识货之人拣 Sammy 拣嘢正啊！饮咩？今日饮，喂，你点知嘅？今日真系饮嘢喎，今日系饮呢一个黑咖啡。头先我求其噏咗声，我唔系嘢咩？你系乱噏咗啲嘢系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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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饮咩？哦，咁又冇个日字。唔系我心里边谂嘅饮咩 ？OK， 你饮咩？各自都谂到自己意思，以后讲嘢又系唔清唔楚，大家谂到自己意思系咩？即係話，即譬如有一間屋裏面好多女人嘅，哇！你真係靚啊，咁你真係靚啊，個個都靚，係啊係啊，唔係點解無啦啦喺間鋪頭度啲人會嗌喂靚女要咩啊咁樣？係啊，嘅嗌我啊咁。我哋今日飲嘅咧就係黑咖啡，就係我哋上次咧一路都試，已經試過幾次噶啦，就係嗰只 cold brew 冷水咖啡。我唔知係咪依家因為呢一樣嘢，即係我上次講啦，佢就係喺美國嗰度 hit 地啊嘛。唔知係咪因為真係 hit 咧，其實選擇都突然之間好多。嚇唔係嘛？諗下我三個月嚟試咗三次，都仲有新嘢可以試。係啦，真係喎，以前聽都未聽過啲咁嘅嘢啊。係咯。咁就係將嗰啲再講一次啦，就係將嗰啲咖啡豆咁選取咗啲，佢哋就話啦，通常選取啲比較靚嘅咖啡豆啦，咁然後咧就浸佢喺一個可能得二十幾度嘅，即係叫凍水啦。咁啊將佢浸18至24个钟头，甚至係更加多，睇下佢嘅即係方法係點樣。然後就將嗰一個汁液咧就攞嚟飲嘅。咁喂，其實佢有冇問嗰啲飲咖啡嗰啲人咧？即係嗰啲咁我冇、啊。即係佢哋呢啲邊係咖啡嚟㗎？會唔會有咁樣嘅咁嘅咧？我有我又真係你明啊嘛？你明我意思嘛？即係咖啡邊係咁飲㗎咁樣？跟住你諗，你都記得翻。原本個來源嘛，因為核突個來源係因為啲咖啡係核突，咁啊想浸走啲苦味同埋嗰啲咖啡味，咁然之後揾浸水，即係跟住之後識阿陳豪話你洗腳水你有冇飲過？有洗咖啡水咁樣，有冇問過啲咖啡人咧？下次靠你問一問陳豪啊，係啊，靠你好啲係咪？係啊，你同陳豪嚟緊會好接近啊嘛。哦，係啊，可以問下佢，喂，你有冇飲過呢啲啊？可能佢唔識咖啡嘅咧。人哋做緊生意嘅喎，哦，咁應該識啦。咁唔係咁可能你淨問佢洗腳水咖啡你飲過未咁樣啦？白豬手夠黃豬手計咩啦？洗豬手水啦，洗豬手咪洗豬手。腳啦，洗豬手腳，係啊，洗豬手嘅，因為佢唔係水嚟噶嘛，我哋白雲豬手唔係飲水嘛，係食佢只腳啊嘛，係再講，我要講多，我驚大家冇聽過，白雲豬手咧係話説有個和尚就偷食豬腳，咁咧有一次咧佢喺個河邊咧就洗豬腳，洗下咧。主持就回來了，他很害怕，那就立即起身就沒理到豬腳，就走去找主持了。那主持跟他講完一大段道理之後，他才做完整天家務，才醒起，哎呀，豬腳還在河裡，在那裡衝著，他回到河裡，就找回那些豬腳，那些豬腳衝到白曬曬，他才拿去煮，咦，挺好味的，這樣，那就是有白雲豬手的典故，白雲豬腳的典故了。白雲豬手，係啊，豬手應該係豬手嚟嘅，因為豬手豬腳又唔同喎，豬手同豬腳啲肉質唔同噶，豬手多啲肉啲嘅，多啲肉，多啲肉，多啲係啦，豬腳硬多骨啲，係啊，唔同喎，你買食豬腳同豬手 ，OK OK， 豬腳薑同食豬手，豬手多啲肉嘅，好似係肥肥肥啲啊，係 ，real， 豬腳啊硬啲嘅，冇咁多肉嘅，係唔同。咁但係依一個咖啡可能咧，其實。都是的，因為呢個咖啡可能是啲冇咁中意飲咖啡人會中意飲啩，唔知因為佢味道都唔係，其實同齋啡好近嘅，係咪啊？都有個香味，睇下好唔好味，試一試今次個先，因為上次試一個都好濃味嘅，係啊，都苦苦澀澀嘅，係啊，有都有嗰種味㗎。嗯，邊一樣先係好？我就唔敢講啦，因為我哋唔係飲呢啲咩 cold brew 啊咩啊 ？cold brew cold brew 係 cold brew 係啦，唔記得名添 ，cold brew 嘅專家啊，先嚟 A 啊 A。食貨 A 香喎、啊、呢、這個，哦呢、這個香係如果係嗰種香係嗰啲平時嗰啲罐裝咖啡香味啊。但其實罐裝咖啡好香㗎，開嘅時候。但係又唔係嗰種咖啡香咯，係、嗯、罐裝咖啡香。嗰種咖啡香即係平時你即滴漏咖啡嗰種香味係唔同啲嘅。嗯嗯嗯罐裝咖啡有種甜香，所以呢個係甜香。等下先。咦，這個入口喔，沒苦澀味喔。哎，這些是不懂喝咖啡的。就覺得好好喝了。是啊。正啊。是啊，或者是，是啊。有沒有帶酸啊？沒有喔，酸澀，沒有喔，苦都很少喔。哦。是聞了，但是喝了下去之後呢，就沒有咖啡的香味了。哦。就只是剛開頭聞的時候呢，有罐裝咖啡香。嗯。普通少女啊，嗰啲咧
就扮嘢嘅少男啊，都啱，嗯，七分。都七分高喎 ，OK， 因為佢易入口嘛，嗯，係咪啊？如果唔難入口先六啦 ，B， 識貨 B， 做乜事啊？冇咖啡味喎呢個 ，B 冇咁香噶 ，A 真係香啲噶，係啊，試下聞落力咁聞咧，嗯，都淋唔淋到，飲下先。皺眉喎你。淡的24味、啊、但不苦、啊、是不得这个、嗯、闻不香摆落口没味嗯没有淡啊是吗 too 淡啊 too 淡 too 淡 too 淡六分 A 今天便宜有好东西、啊 yeah! 喂那么便宜好一点、啊、这个已经赢了兩次噶啦，上次佢又贏咗嘅，又為佢喎、啊，係啊，呢一個就日本嘅嗰一隻嚟嘅、啊，日本人易入口啦，又係出名，係啊，同埋可能佢嘅味道調配得真係比較好啲啩，我唔知道啦。咁但係 B 嗰個咧，其實係想講佢包裝真係好靚嘅，佢韓國嚟嘅一個品牌嚟嘅，咁、嗯、就專係做佢咧就話佢專係做冷水咖啡，但我細睇佢成分咧，佢係撈出嚟噶，撈出嚟。嗱，譬如嗱 ，A 嗰個咧係 100% 真係攞咗啲咖啡豆去浸，然後浸咗幾多嗰啲水就斟俾你啦，係咪？但係 B 嗰、那個。唔係㗎，佢係咧只係得兩成咧係呢一個冷水咖啡浸出嚟嘅、嗯，由其他咧佢撈咗少少 espresso 啦，然後再加水落去㗎、哦，所以就佢唔係最原裝嘅 100% 嘅 cold brew 啦。但係如果加咗 espresso， 你又唔覺佢苦喎、啊？因為佢加咗好少，係 0.8% 咁少嘅啫，即係吊個味啦。佢諗係啦，要佢個味啊，唔得喎呢個，因為佢唔足料啊嘛，仲要貴添啊，係啊，貴少少啫。贵$5左右，那个差别都大啊。系、嗯、其实斋闻都已经大啦。斋闻系啊 ，A 系好香噶。系啊，咖啡有啲时候都系闻个咖啡味啫嘛。一摆落口，其实边个好饮啊？我次次饮亲，有时候我饮斋啡，哇！系啊。你问我而家谂翻，你人生当中最蠢嘅嘢就系饮斋啡。点解咧？好难饮啊！难饮啊嘛，其实都冇味嘅廿四味啊嘛。嗯是吗好傻的。但你公司是为他公用的嘛你想要去水去水嘛很多时候都是。不是的。我想要提神。我想要去水种的。你两个贪靓到这样。是啊。去水种我是那譬如那朝早要做的。我今朝没喝啫我地。你直接要吃瓜咖啡树你们那种种法。不是喝咖啡那么简单。外敷内服的东西。咖啡树生吞落肚就收到你们的水种。哎呀。但因为我为什么其实为什么今天揀俾你試，因為春天翻嚟啊嘛，咁春天翻嚟啊，今日就因真係到咯，咪個濕度成個春天翻得嚟啦，依家又乾翻少少，今朝好濕噶，咁所以可以依個天氣咧，都令到個人好容易水腫啊，積好多水喺個身體度，咁飲少咖啡，即如果你個胃係 OK 嘅話。咁都可以飲下呢啲。諗翻前唔可以食鹽就得咯。係咩？但係唔好過鹹啊嘛，人哋話係啊。好多時候水腫都係夜晚黑食鹹嘢嘅啫。係啊，食咗即食面，第二日你就大件事啦，大塊面啊，大面事啊，係大面事啊，係啊，真係大面事啊。咁啊，但係呢個日本嘅真係唔錯喎。唔錯啊，佢對上一次已經贏咗，對我再對上一次贏嗰個。佢贏嗰個係乜嘢品牌？佢贏嗰個係本地嘅。哦，係啦。哦，因為本地嗰個咧。是有苦澀味的、嗯、我記得我仲記得陣味是啊、嗯、是似齋啡多啲嘅、嗯、即係似齋啡多呢、這個日本人始終都是佢將所有唔滿會容易令人不滿意的東西拿走這個屬於大路的咖啡、啊、如果真的喜歡喝咖啡的人會嫌它不夠味的、嗯、我覺得應該是這樣是但是大路來說比個少女啊扮演的年輕人啊這樣這樣絕對沒問題是但是如果不是的話其實你問我啊對於我來說我是一個男人不是他都是我不得不得太過 casual 、嗯、即太過舒服他這些可能要普及化即大眾化的口味咯是啊是啊個包裝都好令你想買嘅添，係嘛？大眾化咯，可以扮下嘢嘅真係。A 個$22一支 ，B 個$27一支，嗯，都幾大支嘅。sorry 啊，呢個廿七太貴啦，係咯，我唔選擇。嗯，呢個可以，但係問我一支嘢飲啊，係啊，廿幾蚊，係啊，廿幾蚊係咯。細個一罐，平時我哋啲罐裝咖啡咪矮矮地嗰啲肥肥地，好似少啲添，215ml就得，唔夠多嘅，應該唔夠多。貴價，可以咁多啊？係啊。嗯 ，sorry， 唔係我杯啡。拜拜。